在伊的身上。是，那是二十一年前失散我的大兄。阿玲，点去，我的囝，不是一个心胸手辣的杀手。阿玲，谁害你不好？你这个不孝子！再
这笔真凶，要怪你怪我。你变你家己的囝，就去杀人。是。那安尼，伊的所作所为，拢是你逼伊去做。拢我逼伊做。这是为什么？为着我要活。为着要找找恁母仔囝，也搁有失散二十多年咱迄个细汉后生，所以我甲俊生拢无想要死。我袂明白，我袂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只知影天下的父母，无人会逼伊家己的囝都爱去杀人。也只有我梅玉良一个人。梅玉良，你现在叫做梅玉良？阮爸阿囝已经改名换姓，我叫做梅玉良，咱的囝叫做梅俊生。为什么改名换姓？这你唔免阁再问了。为着阮要活。那安尼你，以后我会甲你解释，这一切拢是环境造成的。环境造成。对。就亲像如月，伊改姓姓毕，甲毕总兵共姓，这敢毋是环境造成？当时俊生来杀伤如月，误伤着你，伊才来发现着如月行情所怪小伤，伊悲痛欲绝，暗暗来责备家己，伊曾经故意来到这个所在，予如月将伊来杀伤。也就是要灭轻着伊心肝内的虔诚，想袂到，如我在火龙洞竟然甲我谈起，所以俊生，伊才将小相提出来。若毋是董光武甲狄元新已经死，恐惊咱翁仔某、爸仔囝，也搁因兄妹啊。已经无小人的机会啊！我明白，如月为着要替伊的养父洗雪冤情，曾经有四处去行刺狄元新甲董光武，就是为着这，你才逼伊来。害死如月的原因，对，这也就是我逼俊生杀如月的理由。如月，玉衣堂主，哼，你
鬼头仔底哦，拢是恁的白堂主啦！你哪唔家己良心望看麦？我这个高不中的对你是偌痴情？哼、嗯！啊，那你哦，是家己戆痴呆啦，自作多情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家己心甘情愿的啦，就参像你咧对白衣堂主安尼，嘛是自作多情。啊，嘛是心甘情愿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阁讲这个啦。哎，来讲一个新的消息。迄、那个一目的梅俊生啊，原来就是白鹿原的亲大兄嘞！哈，哦，啊，若像你安尼讲意思，毋着讲，迄、那个飞龙洞的洞主，就是甲白鹿原因老爸是无？是啊。哦，安尼真好，真好。那你安尼讲起，毋着讲，啊，迄、那个梅俊生甲白鹿原两个是兄妹啊，啊，那这代志足好办的啊嘛。就是甚物代志咧好办？啊，无你敢袂记得是无？迄一天啊，就是这个白衣堂主，啊，就有这个契丹公主手无人交予咱对无？啊，咱去予梅俊生劫走伊啊！对啊。咱即马吼，就会当叫这个白鹿原去找因大兄嘛，啊，然后才将手无人给放出来啊！是带遮的物件，甲你要换的衫来。你是打算要甲我滚到什么时阵？滚到你爱我为止。那呢？你只有是甲我滚到死。死？你唔通用死要来吓我哦。你是知影，爱是无惜一切，就亲像你伫咧爱白衣堂主迄一款。你竟然敢知影？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我跟你并无仇恨呐。为着要杀白衣堂主，报我一案之仇，有你伫我的手中，唔免我去找伊，伊自然会来找我。什么？梅俊生约你伫摩天岭，你决心死？是，也是最后的两天，你去给十五。不行嘞！你不行嘞，该骨头。为什么？为着我，我要求你，你莫去哄。你是惊我败在伊的手头？伊已经连胜对阮七绝的剑法，厉害无比，恐惊你毋是伊的对手啊！哼哼，就算讲伊连胜对阮七绝剑，我也必须要来去试一个关格。我不爱你轻易去冒险。主管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败在伊的手头。我嘛袂用个，你轻易去伤伊。为什么？主管，看你今仔日的心情，好亲像变嘞。昔日，你介袂准先分你入骨，安怎今仔日？你叫我唔通去伤伊呢？是，是毋是？伊前日予你抬一刀，你满无受恩，你竟小鲁迅？重新做的人，你是哦是哦叫我将尊心丢，月中只有凄凄哦，使我别思不解，莫名啊奇妙，亲像这种恶果。Thank you.
咱两人是啥人做不幸啊？如月月落的泪不停。如月，你今日的岁月啊！跟你开玩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当然不知影，所以我要求你，莫去赴摩天岭试用。不用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真是不答应我的要求？除非你讲出理由来。梅俊生，就是我二十一年失散的大哥，这就是你。你若来叹息，敢讲，我可用嫁予一个害死阮大哥的小人心？我无态，必然来态我。所以我要求你，莫赴摩天岭的约束啦。会用的，除非交出小无难。若无我甲梅振湘，这场的决斗绝对无法度通片面。小林子啊，都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。无想到你又要再去杀人，又要再让安娘伤心。阿娘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当初是恁老爸逼你杀人，是狄元心逼你杀人。现在狄元心已经死啊，还阁有啥物人通我逼你？你讲啊！第二当主是我要杀的最后一个人，伊若让我杀死，以后我就袂阁再杀人。你敢知影第二当主是如月的恩人，也是如月将来要依靠的人？贵妃在我一粒目睭，伊敢只是非报不可。敢讲你无顾恁小妹的将来，无考虑恁小妹伊会伤心一世人？伊会恨你这个乡心的大兄。阿娘，好啊，听阿娘的话，摩天岭之约，你千万袂用得去的。我，你若要去摩天岭赴约，你就唔免叫我阿娘，我要当作无你这个囝。阿娘，就算讲我无去赴约，白衣当主伊也会来找我。伊袂来找你。如月，大哥，白衣当主答应我，伊袂甲你决斗。安尼上好。尊生啊，你有听见无？伊正是安尼讲。是，但是，伊爱大哥你交出契丹公主手无来。尊生啊，你都将手无来交乎伊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第一当主，伊也太狂妄。阿娘，为着小妹，我会用一干之手放弃。但是，叫我交出手无难，
伊绝对免想。大哥，你罗贯，为着你，我会用答应我太白公主，但是你免搁再讲。回来，别与岛主非死不可。阿爹、啊，准相，你太白岛主有几成的胜算？阿爹、啊，我已经练成对魂七绝剑，杀你白衣岛主，我有八成的把握。摩天岭之约，你要如期赴约，一定将白衣岛主置于死地。